们因为预算实在有限，没有钱换新的球门，所以用这两个七人制的小足球门来拼用，已经两年多了。这种踢中柱子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了。我想要把球踢好，一直练，不管多辛苦。我好想要一双新球鞋。好，那有企业赞助我们球员每一双球鞋。各位，除了你们手上的球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球门。哦。孩子们，他们只希望你们努力把足球学好、踢好，加油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足球运动，向下扎根，向上发展。我会持续的推动下去。